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微信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第23届农星星拉面杯中韩超级经典对抗啊。分别是有3个人参加的，就是中韩各出3人。中方这边呢是刘晓光9段、常浩9段和郁之莹7段。韩方呢是曹勋璇9段、崔金9段和李昌浩9段。啊，今天呢已经是第3天了啊。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丁烈6段。丁老师你好。主持人好，新民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延续昨天的这个4个小时的超长直播。所以对棋迷朋友们来说是一个盛宴，对我们俩的体力来说也是个考验我觉得。我们先看看这个中韩经典超级对决啊，这个今天是常浩对阵崔金。崔金之前是2连胜，常浩也是2连胜啊。前2轮都下成2-1。对，没错。昨天是我们中方是1-2，就是第一天是2-1赢了。对，第二天是1-2。对，没错。那么常浩之前是赢了李昌浩和曹勋炫，曹李师徒，今天对阵崔金。小鱼于之莹今天对阵曹勋炫9段，刘晓光9段今天对阵的是李昌浩。他们反正每个人都对面3个都得对一下个循环。没错，是的。这是曹勋炫9段。是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就是韩方的棋手这口罩都戴得严严实实的，然后中方的一般是不戴口罩。我觉得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就是戴了口罩会觉得会有点影响，有点难受可能是。但韩方那边可能比较习惯。对，或者说他们疫情比较严重是有这个要求必须要戴。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闷的时候取下来稍微喘点气喘口气还得戴上。是这样。那今天这盘棋经过拆先呢是曹勋璇执黑先行啊。好，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曹勋璇对郁之莹这盘棋。曹勋璇9段的黑棋。黑棋他是这个他先下的这个行为啊，反正都一样，都是2连星啊。2连星对2连星。是的。点33了。对。这棋点33。现在也是非常流行。曹勋璇9段也是紧跟潮流。是的。这里面最不喜欢点33的就是李昌浩9段。我们常浩9段喜欢点33。常浩9段他也是跟现代的棋是很贴合的。虽然今天看他的棋可能。挺奔放的。对，下的好像不太一样，但是之前其实他的无论是在中国下那个阿汉同山杯他赢党一飞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跟 AI 的符合率很高。李昌浩9段不太喜欢点33。对，他还是维持着自己就一贯的那个风格虽然说他对现在的棋也是有所了解但是他好像不怎么下。对。白的也点。黑棋挡住。拖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实战下出了这个大家都比较知道这个叫米氏飞刀啊。是的是的。于婷9段以前经常喜欢下，所以称之为米氏飞刀的一个变化。非常复杂。但曹勋璇9段好像他不太惧怕，他挺有研究啊，好像对啊，对，因为我们从感觉上来说，因为于之莹毕竟是一线当打的这个棋手嘛，是的，感觉这个平时肯定会更努力、更用功一些啊，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是比较了解的。曹勋璇9段好像也完全不担心啊。他既然是他下的这个飞，那人家拖他应该是要搬下去。其实也可以长。如果说他只是长的话，可能觉得有点没面子。那也可以的，就可以白棋爬一个，就这样其实也没啥问题。没什么那白棋该下什么下什么，或者是挂一个之类的。对，下是肯定能下的。这个谁也不顶了，这也是有这样的下法对，他现在搬下去。
搬下去就没办法了，只能下米氏飞刀了。对，顶端。只能唱。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气势上的较量，就是很有气势。你敢拖，我就要搬下去。以曹新玄那种，对对对，应该说还是比较那种霸气的那种风格。对，就昨天这个棋我倒是没怎么看，因为前天讲曹新玄跟常浩那个棋的时候，就很有气势啊，感觉已经优势很大的时候，非要就是。都吃光那种感觉，然后被逆转了。对对对，但气势是在的，能感觉到这个气势还是很盛。这盘棋一上来也是完全不惧。昨天是郁之莹对崔京也是下了一个米氏飞刀下法，那但是昨天的局面呢不太一样，他是这样子的，他后来下成这样了，他冲挡住，然后断，小尖对长，这都一样的，对这个都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就搬，然后他粘上，粘一个还算简明啊。对对对，他没有下这个搬，搬的变化就特别复杂。他这个时候他不是弯的，就这么贴两下，然后打了顺，他是急打这个的。也有立完跳。哦，他立完了，他就单提提掉了，他没有加这个。对，单提。他是这样下，然后他跳一个。跳一个。然后这个被我形容为很妖娆的下法。哇，这个飞是 AI 推荐的。是这样下的，这个是 AI 首选，毫无疑问。飞这个。是的。哎，昨天的局面是不是跟今天一样啊？好像下配合都一样吗？对，好像这一代都一样。我想想是，好像就是这么下的。这是昨天跟崔京下的棋，小鱼直白，就是这么下的。黑棋飞出来是。他黑棋推荐的首选呢不是这个打吃，而是挂那个，但是觉得好像一般人类的下法是觉得好像是不是还是把它穿出来，把这个子先给它穿断了主要这个飞确实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一手，就好像就是这个局面一模一样。然后后面关键是在于这个点三三爬完了之后，这一代这个直白的郁之莹出现了误算，他被人家一路二路加死了，这是个致命的问题。如果说这个脚活出来的话，这个局面差不多可能是。那这个棋昨天下完是不是曹轩轩九段也是跟崔京他们是有所探讨的？没有，应该是回家应该研究过。所以今天又来了。没错，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他今天选的不是这个变化，他变了。今天选的更复杂了。它是这样的棋，断。这前面都是必然的，断小尖，对，这个都没有问题，没错。黑棋压，白棋搬。这个时候黑棋选择了这个搬的变化，这个搬的变化我看见我就觉得头痛。对，搬肯定是最复杂的变化。是的，昨天这个粘局部倒还算简明。没错没错。对，以前刚开始是虎的，后来又有断，但断现在贞子不利是不能断。对, 对, 对，被打了一场贞子不利就这肯定是不行。完蛋，大家选这个得看一下贞子。对对，你选这个之前你得先看一下这件事情，你得关心一下。对贞子不利就不行，不能断。就是说白棋拖这个的时候，人家飞的时候，你拖的时候你就得先看贞子了。对，要不然被人家搬下去你已经麻烦了这件事情。对，但黑的贞子不利。那搬这个我感觉现在米氏飞刀出现的频率已经不算很高了。对对，以前几年流行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最近好像出现的频率变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棋搬下去觉得这个变化对黑棋会比较有利，或者我觉得曹轩轩九段想乱中取胜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对，可能这个乱战他是绝对是一流的。可能把棋下乱一点，机会大一点。对，毕竟因为从体力上来说，已经连续战斗三天，对这个曹老师这个年龄上，其实体力是个考验。没错，这个曹老师这么大年纪还能这个连续战斗也不容易，就觉得挺辛苦的，确实。这次白棋虎了一个，这个是意料中事。然后黑棋搬这个，
来去粘上，粘上。嗯，打完飞下去。嗯。其实也有不飞的，虎这个也有。对啊，对啊。嗯。我感觉飞又是最复杂的东西了，就虎这个好像聊。好像还清楚一些。反正我对这个变化，我是能不下我就不下，因为我下一次我就中一次刀，下一次我中一次刀，每次中的刀都不一样，然后我实在是失去信心了对这个变化，我就不想再下了。实在，如果虎这个的话，白棋是搬的吧？接下，脱，脱粘，它就断吗？还是断这个是吧？然后还有什么什么是转换的？对，简单点就长了。长一个，他是怎么下的？打吗？还是虎这个？我不太记得了。他也有不断有单虎的，单虎好像虎这个，然后白的里边是搬一个把黑棋吃了。嗯，黑的这逼住。嗯，我记得这个图好像说白棋有一个妙手，就这样。嗯，黑的想封白棋的时候，白棋可以点这个。哦，还能点在这儿呢。好像这样，由于白棋有这个点，好像黑的不点。如果说挡住呢，为什么不行呢？挡住的话，这是什么变化？就是看看这个为什么不行？是跳出来了。跳一个是吧？哦，那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这样，哎，哦，这样你打不死我。我打死了。你打我粘。加呢？哦，加死了。嗯，那可能不是这么出头。我记得就有一点，那就煎一个。煎能行吗？这个变化能不能行？挡住长。单长是吧？然后再打长这个，端这个，再端这个。我听了我有点晕了。对对，应该是这样，这样可能黑的作战勉强。你这地方应该得走。这个得跳一个，要不然被吃死了。我可能打了长这个之后端这个，再从这儿再端出来。嗯。黑的好像忙不过来了。嗯。嗯，这样好像黑的，反正这个大型作战。哦。是很复杂，很复杂。对。印象中。拿 AI 摆的时候，这个图的话，结论好像是白棋有这个点，白的是不怕的。哦，这白的好像可以不断这个，可以空虎。哦，是这个意思。嗯，就说虎你走，这边黑的封不住白棋。就这样打完长，比如说这样，这我还没看清呢，这什么东西，我也没看清楚。这可能牵扯到打完长，然后跟下边杀吗？就白也这也是很晕的一件事，也摆不起，下一手也不知道走什么。嗯，拐靠什么的，搞不清，拐你走接完再，是不是黑的？我觉得这个变化的话，如果说这边杀气，好像黑气也不一定够嘛，看起来。局部杀气啊，没算，里面是什么不知道，跟这边杀也不知道谁气场。感觉上是黑的有点危险，我是觉得。我觉得这个就单爬一个，它里面是什么呀？我没看清它能杀了我吗？好像我觉得不行嘛，这有各种的长气的手段。感觉白的应该不怕。我觉得好像白棋好像好占一点。黑的好像压力有点大，黑的各方面。这好复杂，真的是太复杂了，这太复杂。为什么我们总是下不过 AI？ 是因为我们的计算还是量不够大。这个太过于深远了，计算。对，就是每个图的手数啊都太多了，每个图你计算十手以上。对，每个图你都得算好几十手了，而且主要是图也太多了。你可能刚看完一个图，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计算，但是你会发现要算的图实在太多。因为时间，如果比赛当中时间肯定是不允许，那你肯定得事先得。只有在平时多下苦功。没错。说实话，这些变化都是得背的。对，是的。你都是其实都是背下来，靠算肯定是不行。对，所以好像有这个虎黑的，好像点这个里边是个双活，然后白再断了压把就吃了。
哦，我那回好像下错了一个什么，然后被人家什么下了个一路班针，然后打了肠，我就已经昏过去了，那气就不行了。啊，对对对，就是、他有个一路班针，被班针这杀吗？好像是被，反正那个棋很奇怪，我下了一个很奇怪的棋形，被搬粘了之后，我就这棋就已经圆去了。搬粘是哪个图能下出来的？就忘记了，实在是。有一个图是白棋搬粘是吃黑棋、嗯，是的，这下好像黑立的。哦，应该也差不多，反正白棋搬吃这个黑棋就是搬粘是啥？搬粘你点猴大眼杀小眼。是的，是的。上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搬粘，肯定不是这个图，好像黑的不打这一下。然后跟这个打也有关系，如果不打这一下你虎这个我就不打，好像黑的可以长单长是吧、嗯、对，好像跟这都有关系，所以黑棋这下打不打其实也有说法的。嗯啊，我劝棋友们，我觉得还是能避开就避开吧，如果你没有把握、嗯、就是把它下对感兴趣的棋友就是拿多拿 AI 跑嘛、嗯、包括现在也是 AI 的定式书也是有、嗯是就看看书，说实话都是背。这个其实我出过一本 AI 的定式书、我这个是讲过的。时间长了，我可能还需要自己看看自己写的书，因为平时不下嘛。嗯嗯，没那么熟。平时不下，有些东西熟，你研究的时候可能写的对还记得还挺熟 的, 是的。时间太长之后，因为写那书也挺长时间了。嗯。平时总不下，就次序有点搞不明白。嗯，他这个实战完全不是这么操作的，这个实战是又有了新变化。这个倒也不算新变化，非他不是这样的，又是他不是这么下的。我得把这个棋子都拿掉。嗯，这不打完飞吗？他是虎了一个黑棋虎。黑棋虎这个的时候，白棋粘呀，白棋粘，然后黑棋对，黑棋打完飞，对，他就是对，打完飞，然后断了这个，对，这个也是有嘛，嗯，这之前里边是个双火呀，我记得，以前的这个下法，后来是研究出白棋粘这个的，嗯，我记得后来说粘这个好像说白的还不错吧，所以于志英当然算是粘也粘，以前断这个。以前我记得一个图是断完了之后先搬的。搬完小尖嘛。嗯。吃这个的时候点这个。有一个这样的图。搬这个。这样黑棋被杀了吗？那这好像黑的扑。啊。铺这个，嗯，铺完小尖，里边是个双活嘛，这样的嘛。哦，哦，看得我有点晕。那双活的一个图，然后黑的好像可以从这冲出来，然后把这拐吃，黑的长。这个是，这个挺长时间的，这一开始的一个变化。哦。这还是开始的变化。对，以前是这样的，这个双活的图。不，我不是可以把脚吃了吗？只是说脚现在不大是吗？对对对，而且你吃的话，好像跟这有关系。吃脚的话，好像这地方黑的，好像跟这拐有关系。拐一个，他现在拐不动了，他要收内气。哎，这脚是黑的，已经死了。啊，对呀、啊，是吧？那已经差一期了。要怎么接受双活呢？里边应该是有个双活的呀。我也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双活的。现在好像已经死了。如何双活？是的，就是长这样的。这图肯定就长、嗯、啊。那这样就是白棋把脚吃了，黑的取势，可能黑的外面很厚。哦、那就是那个已经把脚吃了。这地方跳不出去。嗯。它好像有一个冲算。哎，也不对。这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围甲下的特别多，这变化。当时的话，飞下去就都是怎么下的？这个，这个也不像棋吧？这个拖一个有个劫，但是这个对对对有这有点这样做劫真的好吗？我表示怀疑。
就是他不见得他有可能先拐你，有可能有先所谓的。如果他拐完了，他得提回去的话，那黑棋应该还行。对，因为他这里吃过，他这都先手嘛。对，是的。好像黑的是一个棋子。嗯。有这个变化的。嗯。因为这地方一路有个扑嘛，但是这扑一个，不然被白棋粘到这儿吃了。扑一下先手便宜哦，是这个意思。如果这儿能黑棋都收紧的话，其实这个气的也还可以吧。记得这里边是个双活的，不是双活的。经过我们今天验证，就目前不是双活，反正他可能还有点手段。但是如果说黑棋弃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图黑棋可以结束。是。但应该这个图就是这么下的，是有这个图的。但后来的话好像是研究说白棋这一小尖呀，就是单尖在这儿是这棋啊。单尖在这儿呢，接下来就他是先断的吧，得先断一个吧。对，就不能不断吧，先断完再尖的。他断是他是粘在这儿的哦。对对对，这以前都粘的，就是我们刚才说这棋断这个嘛、哦、以前断这个。直接断这个，那刚才摆的那个图就断完搬完了尖的那个图，是断这个的，它实际上是尖这个，尖这个好像是也是研究的一种下法，尖这个实际上黑棋是并了一个，并这个，我只能说围棋的变化太复杂了，实在是。好像说是有长这个是什么变化，好像长一个白棋长这个，对，那挡住 这里边白棋做眼，这里边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类似于双火呀、啊、拐这个，这是啥啊，拐这个你提我一下是不亏，然后铺一个，是，不走是什么？不走是盘角去四。盘角去四，那得走。盘角去四，对不走不行吧？不走好像差不多死了。但现在是不是个大眼呀？哎，那这棋为什么长在这儿比打吃在这儿好呀？我也不懂啊，我不懂。长一个比打吃好在什么地方？我不太明白。哎，这为什么不是打吃呢？不，你不管走哪个，我走这个，我都已经把你吃了呀。不，现在该我下呀。哦，铺一个，然后你这儿打一个是吧？不是，我是觉得黑棋长的时候，白的长这个。为什么不是打吃好？就这儿差一口气的，有可能差一口气的问题。我总感觉打吃总好的。我也不太懂。但是问题是下成这样，接下来白棋怎么下呢？就还这么下。啊，还这么下，然后呢？然后你得拖一个生气。我怎么觉得白棋气看起来不太够呢？不，这个黑的不行吧？我比如说，我先给你外面断了。哦，你主要看着外面是吧？我感觉这打到这儿，黑的。那我就长呗。我这下一下，我这提先手里边一拖，至少双活了。这白双活肯定有的。那双活肯定白棋好了，我就不见得要提。这只要能下成双活，白的有什么不好的呀？他本来不是双活吗？你不是说你吼一个把我吃了？哦，没有，就该白棋下，该不该白棋下？对，只要能双活，我觉得白的可行啊。这外面白的不挺好的吗？作战看上去挺有利的。嗯，反正好像有长这个的，倒是有。这实战的下法，并一个也是种下法吧。这里面东西太多了，感觉每一种下法都有将近十个变化图，得去研究的。并这个肯定就白棋是瞄着这个靠，他这个尖就是瞄着这个靠的。哦，
小尖就是瞄着这个靠出的。靠的话黑棋不能冲断是吧，这次就尖。就是眼见的这一点这个不行。这也不知道跟甄子有没有关啊。好像跟甄子我打了长丸跳死了。对，我也觉得好像那边不行了。对。打了长丸跳冲出来。你靠一个就行了，靠一个他拐冲你先尝一下。对，他就让骑进我总能吃掉你了吧。这黑的太紧了。这黑的不行，这靠是不能冲了。这也是白棋尖这都想好了靠出。靠出的时候黑的先尝这个，对，这个也是头绪很多很复杂。尝白棋脚底得先尝气，这扳应该是急锁。然后白棋尝完气之后，黑的应该不能直接来跟白棋杀吧？这棋，直接杀，倒也没看清是什么，但感觉上这是什么呀？不知道，好晕呐！这看，这白棋如果要收气的话，怎么收？团在这儿。怎么感觉这奇形怪怪的？被冲也这怎么下的？我下上去的时候，我手有点难受，我就感觉。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这棋点上来白棋是怎么走的，但是感觉上白的好像确实不太怕的样子。我觉得，哎呦，我没什么不好意思，你走这个我难看一点，那我搬在外面行吗？行，好一点的。那虽然我对，那你可以杵下去，那我就断了呗，是吧？这里边是，我直接断可能有点难受。里边是个怪杰，应该是。反正黑的进杀不掉白的，进杀不掉白的话，吃掉我好像不易吧？而且黑的好像得落后手。这外面棋形好饿。这外面有点饿，跳过来这个就这样的，可能还不太能点。感觉点可能稍显过分吧。几段应该是正确的。几段好像算比较温和的。就做活吧。是的。做活的话，白的现在黑的这块已经活了，白的这块没活，但你白的肯定是不肯这样去做活的。如果这在该黑棋下，这肯定是大亏。是的。那白棋得走外边。白棋是跳这个。跳这个的时候，黑棋实战的选择是不是有点问题？啊，黑棋这棋就应该爬，应该单爬出来是吧？单爬出来，那白棋要长啊，肯定。再爬。再长是吧？再爬呗。走这个。这是 AI, 这一看就不是我的招，这 AI 给的图在这儿，AI 给的图点完一般，这肯定不是我们能算出来的，是我也觉得是。然后飞这个，然后白从这打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摆不清。这尝一个，他是打算爬出来吗？啊，那肯定吧，不然他打一下玩啊，打完肯定要爬出来。打完爬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大型作战吧，我觉得这里边可能光弃子的可能性都无数种。太好了，黑的我觉得都有可能有弃子的变化，完全算不清。但是就是说这个图啊，就是点到这儿，这肯定是 AI 给出的变化图啊。但这个图的话，从胜率上来说还是势均力敌的。没错，这是一个两分的变化。但是下起来我感觉双方都是在，都处于一种很迷茫的状态，悬崖上跳舞的感觉。胜率。这接下来这一代是怎么操作，我也完全不懂。不知道。这感觉只有继续拿 AI 来看，到底是长呀还是什么？就感觉每一步棋如果走错，这可能就不行了，就暴跌几十个点的那种感觉，大跳水。是的。
但只能说到目前来说，这个图 AI 给的是2分。那这个肯定就不是谁能下出来，除非就是对这个变化，就是之前确实特别熟那种，对，很熟，功课做得很到位，确实知道这样一个图。先想是不可能的。我就在想象这个，我们现在比较势头很猛的，就像丁浩啊，像韩国的申正旭之类的，就面对这样大型的变化，他们会是选择避开呢？还是说选择自己清楚的那个变化呢？或者说他真的能够把变化全搞清，我都不太相信。我觉得是背的。我觉得全搞清，我不相信他能全背下来，这太多了，实在是。他可能会选择一个他熟悉一点的。但一线的，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会背得很清楚。应该要背的，这个还是得背的。那这个图，那就应该这么下吧。因为实战给的下法，曹轩选九段是实战反击，那个反击感觉上好像有点正中下怀的感觉，好像白棋很欢迎黑棋来这个反击。但是从胜率上看呢，它这个变化也没降多少，差不多就差几个点，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感觉。如果说一手棋降30个点以上，那我们觉得是可能要追究一下了。所以说他问题可能不出在这个冲完之后，对，但问题他下一手就是要降30个点，下一手下不对他就降30个点了。对，主要问题在于，但是他这个很难下对啊，他怎么下对啊？这个棋，这棋是这样子的，就是告诉大家，这棋呢，黑棋现在是靠一个，白棋虎，这个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要下对这件事不太容易，感觉这个正解是应该拐这个，就告诉大家。然后呢，白棋要缓解这个扑嘛，要不然被扑死了，他也不肯自己粘，他就打这个，打这个呢，黑棋胡打的时候呢，这下他扑死了，那白棋就可以把这三个子挡死。那如果是我下，我绝对不会这么选的。这三个子被吃了，我是先打这个，然后打了两 AI 给出了图，对对对，这边打两下，然后把三个子吃了，接着把这个提了是先手，他应该把这个给吃了，应该是这样。那接下来是打算这边对，但这个图我是觉得黑的应该还是可以啊，这地方该黑的下，白的会很惨，我感觉。你是打算直接断了它吗？怎么具体怎么操作没想好，就是如果断了的话，我觉得它会跑出来的。简单的这种飞，你能一起活吗？那我得活吧，这不能死了吧？不，你这也不见得不能弃啊。对，比如说你拆，对，你刮刮脚把这弃了，也是有可能的。是。那这个图谁好，其实我觉得倒也难说呀。三个子气的，当然这地方摆得很舒服，但提的也很红。但我还没想到他拐我，如果就粘呢？拐白棋就粘上去了，这样，这个不打。不打，我就觉得打一下。打一下会不会有点俗？粘这个。粘哪个？也有点麻是吧？那我就把这个吃了吧。那我就总是说那个什么的。那拐到一下区别是啥？然后再走是吧？这个不是都快死了吗？实战这个棋就因为被白棋这一飞啊，实战他就是没拐这个，直接吃这个，被白棋一飞，好像我记得这个时候被白棋飞到这的时候，进行了一波超级大长考。就是走不太动了，这个出头啊。那么我们这么来推理，就是说拐到一下，他觉得你就飞无法缓解，是吧？或者拐你如果粘，他有可能继续。对，他应该是接着搬。有可能继续来搞你。这也没搞清楚，这我粘里边行不行？粘里边。啊，这都也复杂，也都看不太明白啊，不懂啊这件事情。反正 AI 给出的图拐的时候，白棋是真先手把三个吃了。如果不吃就硬，又是什么变化？有可能你粘这个，我有可能还也都是也是搬是吧？对，我可能想在这地方先纠缠一下。
因为这棋你好像不好反击，打好像可以打这个吧，打就打在外面是吧？这棋是这样，好像是啊，我感觉就把它包在，如果长一个不行，它又被粘上。粘你打，我可能粘这个是不是就行了？就粘这个是吧？我不太会了。反正种种吧。如果说你这地方滑手棋把我这吃了，这串还是有点危险。也是相当复杂吧，就是这东西。实战主要是可能就黑的，可能我们来理解 AI 的这个思路啊，就是觉得黑的可能就是没有机会来吃这个，就得局部接着揪着白棋下。因为这个时候松下来的这拐我感觉有点松了。然后这地方黑的白的先动手，黑的好像陷入到一个非常苦战的一个境地。这好像出大事了。我是觉得好像这个曹群选九段他没有注意到这一飞的严厉性，可能是。我谱没背好。那很正常。这实在是他变化太多了，这个需要背的东西。黑棋靠一个。这块棋肯定得跑啊，你不能死了呀，这个脚上那个是连着的。对，但是跑之问题是这地方白的一带好像有先手。他长了一个。这其实长的。但是告诉大家这个拐就是这个拐降了大约40个点。这降了35个点。这黑的不会死了吧？这他是怎么活的？搬这个是吧？我不知道啊，他是怎么下的呀？顶啊，只有顶。那挡住。就感觉黑棋怎么已经被包扎的？跑不出去，但这棋还能下吗？怎么跑啊？强行硬拱啊！打完贴，打拔，打吃，硬拱。我去！实战就这样。有点惨了。实战就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这还咋下？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是吗？这没有别的路了，出不去啊！不是这我就打劫呢，找劫呢。你打这个是不是我只能不要了？不要了。那我这还怎么要啊？你还有一枚是吧？你还有一枚。我还怎么要？你说吧。你提一下，我提你扑啊。那我现在直接扑呢还不如。不是我这还有本身劫是吧？我是有点怕你走这个。走这个你拐我替你贴。贴拐下去。你还拐吗？那我就打你一下。你不能让我把这个抓了吧？是这样的。他如果搬这个拐我踢拐这个。那你拿这个当劫材。这个被抓也受不了就死了。我这一路搬先手，你肯定死了吧。对对，这黑的杀不过白的。那不行，那提这个提一个铺一个劫再提回来。这样，我们就把它摆上嘛，就看这样。提这个。如果你这个不解决问题，我就往里铺呗。你这也撞了一口气，所以我这铺你这被我提你就没劫了。你提呗。没劫了，万劫不应了。闭住呗。气了，哦，晕了，闭住之后晕了，差一气，已经紧了一气了。对，就你也只紧一气，紧了一气了，忘记了这件事情。那不行啊，打不赢啊，这劫怎么办啊？这摆的就是实战是吗？摆的跟我们一模一样啊，我们都没看过。就这样啊，就这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没下到这儿。我们在摆变化图，好像就这么下的。就。搬贴提贴完了之后打一下劫才提回来，就是这么下的是吧？那这个好像黑棋不就这样，黑的也找到这个劫，黑的扑了一下。那然后呢？然后他就跟我们是下的一模一样吗？一模一样，扑的时候发现不能硬了。那提这个，那这个子好像亏了吗？有可能是副作用。是啊，反正没什么用，跟拿掉没什么用，等于这地方扑了一下，扑一下应该。不会便宜吧，损的可能性大，因为你打我该不沾就不沾嘛。你一路搬的时候我打一下可能是。
我不搬不搬我是吧这个怎么下呀、啊、这里边是进死了吗你点这个我猴一个啊好像白棋想杀黑棋黑棋是进死吧打我就算这样吧就算这反正他铺一个嗯提掉了如果我提是一个怪杰如果我不提我提这个啊差一气嗯这样黑的应该死了这样杀气黑的就死了白的如果提应该是有个怪杰其实这样如果说沾这个他铺一个就死了吧对我就收气嘛嗯我就铺就看得很清楚的招法是这样子但这个收气吃他提他收他收然后他沾上正好插一起对对收气吃是吧收气吃也行啊死主要黑的有什么呀这外面摆的还是到后市嗯这个已经不行了这棋那他如果说在这边提的时候他是什么啊什么状况提一个他已经死了嗯死了呀这里边黑的就黑的已经死了就已经死了嗯我不能想点招法吗比如说我搬这个搬这个是什么打劫应该有吧不过这个好像有点赖、哦、这特别赖我感觉是这个是不是还是连环劫啊哦，这是个连环节还很有连环节的这种味道这其实这样就是说他做一个、嗯、然后铺的时候他先铺这个不真的要做这个交换、这个、我就直接提直接提是吧嗯，你要跟我打劫你得做眼不然我有点杀瞎吧哎，那我可以点了爬这个呀哦，对啊、哦、这样好像这样成劫了吧我终于被我摆出一个劫来了不容易做眼刀应该也是有劫嗯，这样怎么砸劫啊就做眼吗做眼也是个问题然后我提这个你提这个是吧对或者你提这个我就打嘛你沾我提做成连环结的意思是白棋得把这个沾上然后提这个然后这儿有个结、嗯、这儿有个结我说这太复杂了反正这个结肯定也对白棋有利而且结应该是还很多气的、嗯、对所以这里边多少有点东西可能还是有点东西、嗯、但是出棋说跟那个让白棋收起吃可能关系也不大 嗯反正先这样像这样先放着吧黑的也不能先来走先来走有可能是后手白的有可能脱先因为你也吃不掉我嗯他不走了所以还得先走外边是的这已经这炸了这个是没错这个棋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显示的胜率呢已经是大家能想得出来吗这显示的胜率是 99.5% 白棋嗯基本归零了、啊、对所以现在棋就是这样你可能一步棋下错就万劫不复我这就是米氏飞刀的这个风险性存在、啊、我已经试过了我已经中刀无数次了后来我发现我还是不要下了我不知道中了多少次刀了而且每次中的刀都不一样、嗯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随便下这个东西了对对所以这个确实需谨慎、嗯、是下飞刀需谨慎啊除非你能搞得清你觉得你不会中刀啊那太厉害了我觉得这是曹新选九段好我们刚才看到嗯然后黑棋打吃这个这个确实这个打吃完跑要把局面搅混对水搅混是胜负手倒谈不上胜负手的这种曹新选九段也知道自己形势肯定是不利毫无疑问啊、哦、这边他肯定是大差了啊这实战白棋的处理我倒是没想到乖大他是
啤酒，还能把这大龙弃了？啊？弃了？就不要了？用不用这么简洁？简洁啊，旗下的就不要了，这确实没想到。我好心疼啊，那边不要了。这看着还挺大的。嗯。只能说这个简明。简明的不能再简明，你要搅乱浑水，我什么都不要了，你怎么跟我搞？一切皆可弃，把这条龙给弃了。我有点大方，我不弃不行吗？我为什么一定要弃了呢？我好心疼啊，这个弃了。对，他这弃了，我心痛啊，挺意外的，挺意外，没想到就这么弃了。不，因为主要如果正常来说，可能就不会提那个。嗯，这就走一个比较正常嘛。嗯，你长压也没什么呀，你这地方再纠缠，自己中间三个字也快死了。他这个提的时候就准备好这块不要了，他觉得跑可能方向上来说落后手。简明，只能说这个简明觉得优势太大，优势的不太会了，优势真的太大了。黑的也不吃，我这绝对想靠出来，我就觉得我活了还是很大的，活了不是先手吗？他这个敢不硬吗？不硬我一跳，他不都死了吗？不是，主要这个其实，这肯定属于奇经中的奇经。对呀、啊，这不奇经吗？难道我靠一个，我就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靠一个二十多目的奇经？这靠一个不好吗？我就长嘛，怕人给你怼死。我难看一点，我做活还不行吗？啊。我活了就是很多好啊，没活掉啊，你还能走对，那我先尝一下，先尝一下，我尝一下就可以吧，我心疼死了，我的那个被吃了，活总活了啊，而且活先手活肯定先手活，活这个跟黑的肯定得补一手，对啊对啊，你肯定不能让我再走一个，不亏，活总不亏，嗯，不要了。好大方啊，清楚、嗯、黑的二尖低加，白的反加，不是这个白的下转的时候黑的不吃也得吃了，黑的再不吃自己死了。所以不是说黑的可能有心无力无法再硬了，嗯，只能走一手把白棋这儿吃了，但是这个胜率来看白棋依然是保持着99点多，但是这当然我们人类的想法，我觉得我肯定会把那个靠出来的。嗯，他也是人类的想法，他在 AI 化。我不是，我绝对不会让那个死掉的。坚定。我是觉得这死了的话，黑棋有所缓和呀。嗯。看上去黑棋局面有所缓和，以我们人类的目光来看，你跑出来黑的这不是黑的，这没活，这没活，这也没活。而且本身目数就二十多目，二十多目的奇经啊，我好心痛啊，这都死掉了，巨大巨大，嗯，大气，嗯，好吧，于志云很大气，下得很大气，嗯，这形势依然白棋大优。形势依然白棋大优啊，他可能觉得死了之后这地方就好意思，这个搬就搬着，对，他如果担心活万一哪天被打什么的，这地方有影响，死完之后呢不心疼了，对，也有可能靠的时候他就直接打，对，他担心跑出来的时候回头顺手被黑棋打，你又不想要，那你就搬不着了，搬没了，所以他觉得气了清楚点，嗯，也有这个可能性，那因为优势也大嘛，那如果打不着的话黑棋要吃，那还不如直接吃在这儿，那他觉得你吃里边你还没吃掉，那他暂时不跑我觉得倒还好，你将来还得，你总得再花一手棋吃，这样的话这个跟死活有没有关系啊，最多就是打劫嘛。白的死是不至于，嗯，白的走一个就进杀了，白的走个丁四出来进，就大眼杀小眼就进杀了，这玩应该还挺大的，
木也挺大的、嗯、确实这里面收气还差好多木呢，金沙都不用收气吃，点在这儿，点在这儿里面应该就算有个结也是很赖的结了，是还好几气，这些爬然后长，嗯，拆一个黑的再拼啊，黑的这感觉那肯定是拼了，先手顶完搬砖三三再一点再一加，黑的这一看就是拼过我的下巴，非常的积极。嗯，因为这边已经吃掉了嘛，所以它比较厚、嗯、这样下也有它的道理吧，应该是搬一个，然后白棋虎，嗯，小尖，这个棋黑的吃了，这地方20-25目吧，嗯，黑的全盘可能勉勉强强60目棋，反正如果把这算吃了的话哈，如果走一手不用出去吃，这里面37，嗯，好，肯定还是白棋优势很明显，嗯嗯，白棋还是大优的局面，对，而且他这个搬砖很舒服，搬虎或者是反正就靠过来去围、嗯、围炮，把这个空看看能围多少，围一围，黑的是不是得进去啊？哇，人家不是进去，人家可以连这个连根拔出来，不是进去的问题。这么深，嗯，这立下来这有点，嗯，这个很拼啊，这个，嗯，太拼了，下的，搬上面，让他挤一个，麻白棋，嗯，这个是曹勋权九段的长处。他这个局面呢，就怕白棋这时候有优势心理。没错，没错。总退让几手的话，可能局面就不一定了。不一定了、嗯。这白的是不是有点难受啊？那几个应该怎么下呢？如果我感觉他应该不太会立吧？敢立吗？脚里应该没什么棋是活的。对。这个白的很容易落空啊，嗯，压这个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靠一个，有可能吧，嗯，就感觉黑棋活动开了，来劲儿了，靠一个的话我就长吧，就这样吧、嗯、那我就单管把这个吃了，这样你如果放我活了的话，是不是还有点舒服、嗯？觉得不舒服是吧？活的摆着这层皮没用啊。嗯，那这时空损失还挺严重的。那我就先吃一个，然后再点一下。嗯，这是不是黑的不太怕呀？这棋，我看你怎么处理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感觉应该不会死吧？我就算粘上吧。粘上他就小尖一个，这样、嗯、就走。嗯。这走一会儿白自己不对了，如果说搬呢行不行，搬一个长一个你搬出来了，不这加活了、嗯、哦，像家已经把这个子吃掉了、嗯、是吧、嗯、就活了，嗯，我这个我觉得白的不敢立下去，这立下去因为本身这手其实单关也不说单关嘛，就是很小价值，嗯，风险太大，这样下真没必要，他不立下去，我总感觉这白的那不立下去怎么下呢？就是让他度过。对，是。我有点心疼，有点不甘心。嗯，没事，跟这比这不算疼。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嗯，大，都已经这么大方了，又感觉又有点退让。嗯，我感觉这个差距在缩小，这白的。然后是挤这个跳，嗯，他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对，哦，这白棋真是下的非常的大局哦，但是从胜率来看、嗯、白棋还是牢牢的掌控着局面，嗯，因为棋盘越来越小了、嗯、没错，白棋优势前面还有点太大，嗯，确实，不过这后半盘这个掌控局面小鱼也非常擅长这个、嗯，
的，这也是黑的我觉得已经还能怎么样、嗯、我觉得黑的在逐渐的拉回这个差距，应该差距小了一些、嗯、然后这个时候是黑棋力，力也很力一个很大很捞啊，但这个我觉得好大呀，对，这不往里走吗，你刚说就走一个不觉得很大吗，行大嗯，他可能觉得这将来是不是白的下来之后怕白棋先手搬粘，觉得有点难受，其实还好，那搬粘也不见得是先手，搬粘我就极大呗，对啊，其实、嗯力肯定是力不到啊，力的人家就是，所以本身这也有漏风，不可能会应你的。我感觉力有问题吧，力个。就其实我是觉得这一期往中间飞一飞，嗯，白的这不什么也没走到，你就我看中间战斗本来就白棋有力的局面，嗯、结果呢现在是黑的把这吃了，把角也围住了，边也破光了，嗯、还抽空点了个三三，白的走到什么了？嗯，白的什么都没有啊。嗯，这串感觉白黑的便宜不少，这个利确实有点缓。利的被这好大，这好大。这个中间这个太大了吧？这个就踏实了。这下我觉得白棋把中间空围住，这棋就踏实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先手吧？你不走，那就得走啊。那得走啊，被我冲出来了，所以就他只能贴看着你围嘛、嗯、他没辙呀，这个那他也不是看着你围，他贴完再来、嗯、对啊，这个不得不贴，那我贴完了我肯定要来的，那我觉得来晚了呀，那这个力早来、嗯、何至于死，这个看上去就有点过分，嗯，这个现在往这儿掉不像能行的样子，跳一个，哎，这不像行的样子呀！啊，这到底要还是不要？你到底是要左边还是要中间这个字？这有点矛盾啊，这下法。我也觉得是，但是黑棋太拼了，就确实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这么下。你说这个不进来，就让你这儿全围上了，这是，好几十目。那拼是拼，怎么、嗯、那总感觉有点送进去了？你不可能两边都活的。嗯。哎，我觉得前面拼的挺好，拼的挺凶的，就是那二路力、嗯。那个力好像有点那什么了，是吧？力就被白棋围就简明了，因为你往中间飞的话，棋盘其实还挺大的，变大了，因为未定型的因素，这一围棋盘没了，人家全围住，棋盘明显变小了。嗯。这个下法摆的就很轻松，把中间那个子吃了就行。接上。嗯。那他这个不是特别简明吗？你这个也得度过呀，然后中间这个子不死进去了吗？他是先手度过吧？他是这样吗？嗯。这个，然后啊，那我也无所谓了，我就顶一个。本来大概就这样嘛，就收官了、嗯、就这意思，中间肯定是进不去了，毫无疑问，这个子还能跑得掉，也就这样，我都不太相信这怎么跑啊，先手定个型，你这肯定不行，被我冲两下，这都不便宜，就压了搬一搬算了、啊、气了就气了，这样吧，嗯，那我还不如接上呢，我这还亏点，不行，我得把这墨撑住，黑的是抢这个，嗯，抢在那边，白棋这个点一下打将吗，这是一点钟开始的，如果进入快要到三点的时候、嗯、应该是有一方进入读秒，但我觉得小鱼应该不会读秒吧，我感觉这进城读秒的应该是黑棋、哦、我也觉得是，当时在这黑棋被飞的时候，黑的得长考得有十几二十分钟、哦、这白的有什么难点吗，白的不就是跟着黑棋走吗，他下得特别清楚，我把这个子吃了、嗯、这个肯定不够了吧，点这下怎么会便宜呢，有点卖味道，嗯嗯，一十二十二一二三四二五二六二七，
那怎么突然之间这么大呀？刚才还说白棋其实没什么太大收获，这围了一大块。这里边黑子不来搞搞吗？看着白棋将来补一手进杀，全吃了。补在这儿是特别清楚的，就死了吧？嗯，这大眼杀小眼。对啊，我也觉得是，好像一点棋都没有，就走这个就行了嘛。对，你眼没我大，眼睛太小了。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大眼。嗯，你收两个的话，人家都不应你。嗯，对。那但是现在白棋跳到这儿的时候，目前是轮到黑棋下，我不知道黑棋这边是不是。有可能动手。嗯，黑棋靠了。那、黑棋靠了这个，现在目前我们跟他们进度是一模一样的。虎一下。白棋虎一个挡住，然后这棋再下到这儿。目前为止呢，白棋形势是一片大好。嗯。我们看到的胜率显示是98.7%，白棋是、嗯，所以呢，我们决定先休息一下，给大家留点高兴的时间。行。好，一会儿见。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嗯我们正在为您讲解呢的是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中韩经典超级对决。这盘棋呢是由曹勋选九段之黑对玉之赢的。刚才显示胜率呢，这白棋形势一片大好。嗯。非常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啊，应该说。那接下来呢，就白棋刚刚跳了一个，把这个子吃掉。我觉得可能在跳之前，是不是白棋已经做过整体的判断？他觉得这样，那肯定能吃掉，本身也满意啊。嗯，是的。那现在就是我求稳，我觉得那个地方有点隐患。对，我觉得最后的变数，这里面没有吃干净黑棋啊。对啊，就看左补一手右上角是不是侯一个吃的很舒服。嗯。他刚才这跳之前，他是不是就在想，是不是应该补那边的问题？但是如果说这棋下成这样的时候补那边的话，这个被冲断还是有点。不是，他这几个交换肯定不会亏啊，这有什么亏的道理？跳一个，就是跳那个。嗯接下这都没问题了。他就下成这样，实战。这一定要补吗？那得补啊。也可以不补吧。不补是看见什么手段了，可能。味道确实不太好。嗯，补一个本身或者觉得搬过来这块棋是不是还有点问题？反正白棋下的也都很稳健嘛，都跟着应。那他就把这个先搬粘掉呗，搬粘掉多稳健了。他搬粘怕别人尖到这儿。哦、嗯。他还保留这到底搬粘还搬虎，其实有点麻的。嗯。以后作业有可能是搬虎好。嗯。所以暂时他也不肯定型。嗯。就对局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这个担心出现，尤其是你有优势的时候、嗯、啊，人家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你这是穿鞋的时候应该是。黑棋走了这个。对。局部应该是个好手。嗯。嗯，局部收的话。收控的应该是好手。应该是走着好、哦。对，确实。白棋呢就跳一个，他还是。嗯，还算是下的比较稳健的。那最稳健其实补这个。那我这你走这个，我不能补那个，不是跳出来了呀？那 AI 我刚刚看 AI 好像说这时候就是走这个。他每一手棋 AI 都推荐走这个。是吗？嗯。哦。就一定要侯这个，进杀掉这块。嗯。你跳进来，他就继续围，都没什么都够了。这不是事儿。对，就是，但 AI 可能会觉得这样就是简明了，但是可能这样赢的会少一点啊。这个定型可能。我觉得从目数上来说未必是最好的图，但这个肯定是最清楚的图。没错，这一旦打劫就不是很清楚。对，是的，他走的是这个。当然了，这个从实战的角度出发，我觉得十个棋手基本上十个都会赢，应该不太会在点的时候脱线。对，但是这个曹勋选九段来了，打劫了。搬这个，嗯，就我们刚才说的，这里边有个怪劫，大概也就这样吧。搬作业，然后提一个怪劫，白棋挺头疼的，这下不好，应该是个缓移气劫。
这白棋有点头疼。这其实这样，我们刚才摆的变化图是这样子的，是吧？这要先搬掉吧，搬一下吧，就这样吧。你立一个，立被你打一下，打一下我铺，你要提是吧？提了算。再提一个，然后点一个。哎，你是不是多走了一个？这我有个子。对对对，你这儿有个铺啊。大概就这样，但这样的话其实白棋比想象中要头疼啊。你先走什么啊？麻了，好像是只能粘嘛，粘上，然后你提这个，这就是个缓移器姐啊。或者你就不要了，就看成双活了，我再走就双活算了。看着黑棋来走双活，嗯，那还真是。对啊，你如果非要吃我，就是个缓移气节。缓移气节其实还算很严厉的，你这个味道，我感觉劫财还是有不少的。这打劫就有点看不清了。对，他是站，也没搬这下。嗯，他直接坐眼。单坐眼。单坐眼黑的白，然后白棋提这个。其实这个黑棋粘在那儿，粘在是一样的。它破一点，接上，是一回事儿，跟我们摆的变化。没有啊，不如打吃啊，目数亏了呀、啊。我打吃让你，哦，让我多铺了两下、是吧？对啊，点了铺，然后点了铺。这样气是一样，但是我不是目数亏了吗？哦。刚才点了铺，然后铺一下，这里面变成五目，哎，但到底铺了几下我都晕了。刚才我打你点了铺，先吃两个。又铺了一个，又铺了一个，就四目棋嘛。四目棋。现在就是白亏两目呀，现在就两目了嘛。对，亏就是这个比打吃应该是亏了两目，但他这个唯一的好处就是等于说逼你粘结了。他可能觉得刚才打吃点完铺走完之后，白的要不要粘这个？现在等于你粘那个，那其实也一样。我不粘，我就不走就完了。你才爬了一个。他先煎了一下啊，先走了别的。哇，这地方煎一个，煎一个，我怎么觉得好损木啊？这以后不是有这个的吗？为什么漏进去是？煎一下是什么意思啊？以后漏你煎我爬完飞，不是很实惠的吗？煎一下我感觉不少损啊，煎这个干嘛？没有理由，简直你怕黑棋拖，黑拖我还要反击呢。我觉得小鱼应该是进入独秒的。进入独秒，这尖也有点俗吧？还不如直接爬呢，我觉得。不过这黑的这个却亏了两目棋啊。不，这黑的已经先占便宜了呀。黑的就算放着不走，你现在进杀不了我了，对吧？黑的走是缓一气节，不走缓两气节。打。他收了个气，等于说，等于收气。收气为什么要打在这儿啊？咱为什么不立在这儿啊？立在这儿被人家有劫财呗。劫财。哦，那也是一回事儿。那样接上他也是有劫财的。我补什么劫财了？我走在这儿补劫财了。不是，我觉得目数不是立在这比打在这好多了吗？这以后你就算说我粘上啊，粘不上。粘不上，那它还是有点用的。那就吃吧。因为这跟死活也没关了，摆着联络。白棋立了一个，好奇怪啊，这下法啊！他莫非是觉得他那边双活他也赢了？不会吧？他有差那么多吗？双活等于说是十几目啊，十目、二十目啊，大概二十五目棋的样子。二十五目棋，黑的等于说花了一手、两手、三手，黑的花三手棋。不，但是主要那个接完立。收控的方式是不是有点奇怪啊？黑的尖，白的还要去做眼。四五六十。
我觉得这个结好像巴西是不一定要打，就光这块够了，是吧？就把它当双活看。如果说这把这个跳进去的话，黑棋不是要贴不出目了。嗯，那只是说前面家底够厚、啊。我是觉得这串白的下的肯定是有点已经亏了挺多了，是吧？觉得，嗯，前面家底太厚了。嗯，是的。白把这个粘了。他怎么安全怎么来？这样的话，这个黑棋得打嘛，不然被跳进去就。这儿先盯一下，这跳进去怎么活呀？黑的是不是也先钻钻或者什么？他拖在这边活了。哦，他是拖一个。嗯，对，这个我觉得拖这个大的。嗯。还有点看不清地方，这方钻一钻，什么白的木其实也还没定型。嗯，这个反正是缓一气节。他这其实这样，他拖一个，反正他可以不硬了。这打暂时不硬，对。这一段是先手，对，这肯定是杀不赢。对，黑的也不段上面有个接打，嗯，对，长，嗯，长一个，这次接上，嗯，就收嘛。对，这个收官是于志英的强项。他后半盘挺强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他为什么就那个地方他宁愿放在那里不补了，有这个原因哦。他之前应该是做过仔细的判断，我觉得应该相信他。但我感觉差距小了好多、啊。对，那肯定是不如把它吃了差距那么大。刚才侯一个还是进杀不用收起吃有点大。嗯。他就是想安全运转，那早知道这样的话，安全运转你吃了最安全。那我这个就不飞，我直接走那个就完了。这，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刚才 AI 他每一手棋都强调要杀这个。他就或者先虎完了，他就都无所谓，这地方你跑跑啥的都没这个大。啊，打上去了。嗯，打了。他是先打了、然后再提劫的、要不然先提的话你先提了一下又插一个劫材，次序还是对，还插一下劫材。啊，这还没团跟人家打一下，那不能硬了吧，就把人那个提了，提我退。哦，大吗？有点大是吧，冲完再一点点也不见得便宜，粘上的话是你手粘不粘？我不粘了，他提了。嗯，因为这个没团到，他本来是不是还想拿团当劫材用？心情恶劣，就像我要拿团当劫材用。嗯，被打了还不好意思硬了，提了。那这一方提了，这是收获十目、二十目、二十几目棋。我的感觉是你提了我就先挡住你，然后接着跟你打劫、我都没有退的感觉。那压力大了。这个好像有点大。这个劫压力比这个大。因为这是缓气劫。对。这是紧气劫，你换个劫可能不便宜。如果说打算挡住的话，那你还不如接着打劫，是吧？还不如接上算。因为这缓气劫、是的是的，不要冲动，这棋不能冲动。人家还不肯呢。曹老师犀利啊，犀利。节奏有点乱，感觉白棋。吃了也够了。挡住冲断贴，问题不大。如果这样呢，行不行？接上。这不要了。这个我就打这个呗，我把这边留下。看你要哪边，我心也够疼的，我好吓得好心疼哦。反正也麻，反正也挺难受的，吓得。
他打了一个。对，我觉得打猪是第一感吧。然后他冲一个，就这样。打完贴吧，这个可能是比较容易想到的变化。嗯，贴这个。如果他打回去的话，你就把这个挡住，是这样吗？对，这黑的应该不能继续往里冲了吧？这个还能冲啊！冲我顶死你！哇！踢完冲断。这样能行吗？对，贴一个他接上，然后冲这个是吧？大不了冲。那我就挖一个呗，这是吧？算了，咱们稍微少吃一点儿，这样好像黑棋不赚，我觉得亏了，应该是这个图。那问题不大吧？嗯。如果黑的吃这个，白的挡住，这地方和粘一个比，大概被破了。破什么棋？一二三，黑的大概涨了五六七八，也就这样了。这底下涨一点，但是那个毕竟已经被抓掉了。嗯，十几目吧，黑反正提一个先手十几目吧。我觉得好像白棋应该是还能接受，还这个棋盘已经越来越小了。那你接着看，白棋完全就是还不如黑棋掉的时候，白棋就直接侯这个呢。因为现在虽然吃了，但是是个收起吃，比侯在这儿吃目数少了好多。没错。刚才你掉我就吃，你跳我靠，我感觉跟现在这目数应该也差不多。嗯。那手棋好大啊！但还是加点厚。啊。话音未落，这个好像有点欺负人了，这有点欺负人了，那顶住再说。我不觉得这个能成立。也就是把这冲回来，可能另外一种转换图。对，他可能觉得更加乱一点。其实也没啥乱的，也一本道嘛，还有什么变化？没看出来。白的不会还要更狠吧？顶住算了吧。哦、可以了吧？就是、这已行了。粘在这儿了。不能这样，别这样了。他就这样。他就这样是吧？那我就断了呗。那，你这不已经把我逼成这样了？我也已经没法活了。这他是怎么走啊？他怎么走？先提，那先提那总是你的了，然后再贴个是什么呀？这就没看清了，完全没看清，属于。黑的也没断，黑的直接贴，它粘上的这棋，它为什么不能走这儿呢？走这个我觉得看得很清楚啊，这样走这个挖嘛，啊，这个是清楚。这就是被打一下目数亏了呀，这家要哦，没有，他走这个的时候他单贴，然后他接上，然后冲的时候挖是吧？这不是看得很清楚吗？这还有什么变化吗？就是这吃大点呀，他好吧，他就是这个吃大点，像你冲我挖吃大点，或者说他觉得他棋能挡住他，不会吧？这有点。是不是有点挡住我的？我是觉得黑的靠这个，还能往这儿靠，这么冲呢？有没有次序可操作的？有没有什么东西？打完冲是什么？黑的还是勉强是吧？黑的不，你要长吗？长啊，也没啥用啊。那我先把你冲死。就感觉。对，然后在里面再。再搞。再搞一下。或者你贴住我。我也不明白要。也没搞出啥。嗯。但是局部好像黑的也不行啊。冲断。断。哦。这个胜率好像一下子就看不清了，这个挖一个是什么呀？这黑的怎么胜率暴涨？对啊。打啊。打我是断这个吗？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这气能不能长出气来啊？看不清楚。有这个必要吗？这白的，有点拼了吧？我觉得刚才走在这儿已经很清楚了呀。这有什么必要？这有点拼了，好像。我也看不清了，这看不清，这看不清，这个。我不确定他一分钟他能看得清楚。现在肯定两个人都读秒了。一分钟这是肯定是都是一次一分钟，不能过。得首先得搞清楚。这曹老师肯定很开心啊，这至少是有机会的。对啊。要不然他根本就没机会啊这棋。嗯。打里边。嗯。黑的算了。长啊。那还不长啊。哦，是这样的。黑的错过了机会吧，我觉得。打这个是吧，打这个他。对。如果说他不能断，他能不能接呢？接这个棋形你是要断上来吗？那肯定要断了，不断咱们怎么这感觉要出大事儿啊，这棋形。这什么你先冲这个。我冲你肯定不能要。那我就尝一个。对，我冲这个你肯定不能要。是的。但我就算冲这个黑的肯定比实战那个要好得多。肯定比吃这个好太多了。吃这个他就尝一个，这就看清了。这什么呀，这就也没啥嘛。但这个整体上来说我觉得白的还不如顶住好。唉。不，这现在黑的这全先手啊，走走走走。哦，他刚才这个图是这样的，黑棋打外面，黑棋打这个，然后白棋断他提。接上的时候他是跳在这儿长期。啊，这不管这个已经看不清了。我也觉得已经看不清了。这个已经看不清了。现在看清这气，我觉得黑的是藏得住吗？我觉得好像不一定能吃得掉吗？黑棋吃里边，它是形势判断有问题吧？黑的不可能觉得他这样能赢吗？这样肯定不赢啊，这棋。但我觉得这样确实黑的好像应该也便宜了，黑的这全先手，收的还挺舒服。白棋把这个搬粘了，搬了一个，搬出接上，他是不是赶紧把这个挡下去啊？挡下去好大呀，是吧？这墙确实越来越细起来了。越来越细了。不过该白的下应该还是白的好。该白的收，还得坚持这活。白棋走这个。他这儿他就算你的。他也不计较。人家很大方。也没几目嘛，挡一个。只能算你了。黑的虎一下。这虎一个收的对吗？然后往里煎一煎。煎这个是吧？煎这个我就走这儿呗。你冲我就长。不，那我总也比虎好啊。单虎一个好是吧？单虎它是这样长，那你再煎我挡住你了可能。我是觉得这样下是不是太简单了？虎这个，白的都看清了，下的太简单了吧？虎完是走什么样？这个虎完往这儿走，这个那应该还是白棋要赢吧？这棋，这个是个硬手。红。白。这样说好一点是吧，觉得。可能也就这样吧。这样这是里面是五目。就让他换了个一路立先手，可能对眼位他是不是可以脱先啥的。
小尖这个在这儿。不，这是个跳，很大呀，都不走了。推荐的好像就是这个跳，对啊，觉得这个跳应该是不是比这个肩大？我也觉得这个跳好大呀、啊。留着干嘛呢？留着过年。跳应该是先手吧，黑的不能被白棋尖嘛，黑的也得冲，冲完还夹不住，黑的也只能跳一个。那尖一个，这以后全得接回去了。这大呀，这有什么大的？尖这个，黑的可以去逆收那个。觉得一下子胜率又接近了。不是，你收黑的挡住小尖，然后不行吗？尖一个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挡啊？尖很有可能亏半目啊，就挤了，有可能被断。哦，对，是的。他为什么不挡啊？那跟上面有关系。不肯给白棋这个硬腿是吗？这硬腿有什么用？这棋怎么会不是挡的呢？尖一个感觉软，还是插不起。盘爷也后手啊。好，可能还是白棋好点。这个刚才如果挡住的话，好像已经接近很多了。由于尖后退了一下，差了20个点。其实也就半目棋嘛，可能就差20个点出去。我觉得其实可能就差半目。对，吃这个打吃，不是那种先手都留着干嘛呢？留着过年，这为什么不赶紧挡下去啊？都留一留啊，留一手。我好想挡下去啊，挡下去好大呀、啊、我觉得。走掉得了，这留着干嘛。贴。毫无保留的必要。贴这个姿势吧，还得救啊。顶住。可以顶吧，应该就并回来，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反正先把那个子连回来，要不然被搬断了是吧？看他实战怎么，他现在并回来。但还不赶紧把这个走了呀，不走吗？黑的76-7。这只是提过几个呀？提过一个。对，就提了一个。然后白棋这儿提了一个。白棋那个地方就是脚上是提的，12345678910111213141415，70，白的70，该白一下厚一点，可能白棋稍微好一点，31目这是，白棋稍优吧，贴6目吧，那棋下的这么细，这提还厉害。他是提的，提吧，白棋稍优吧，但优势很有限、啊、不能再退了，非常的紧了、啊、半目一目半的样子、是的，非常紧了。白棋到后面这个收束就非常关键了，现在前面优势很大呀。对，棋下就因为没把那个给补掉，其实那个补掉是特别简明的一件事儿。
现在看起来形势很焦灼，两个人都对着屏幕。曹老师把口罩拿掉了。下时间长了，看来是有点，还是有点影响感觉。嗯，那是该白起下，把它粘，粘一个后手四目多点儿。正常收应该还是白起要赢。嗯。这个不大是吗？我好想下呀！你收三目吧，你挡一个黑的走什么？拐啊，白在立，这不就是你收三目棋吗？你收三目，他不是搬针，他敢搬，应该不敢吧？搬粘敢不敢搬粘？搬粘我挡呀，挡我就立吧。那我走啊。哦、嗯，连环劫嘛？哎，不是连环劫，没有连环劫。你搬粘还欠个挖是吗？对啊，我就怕你。没逼、啊。我是怕这件事儿。也太拼了，搬粘太拼了，挡应该黑的就拐吧，立你收三目，我感觉也比这个大。嗯。这是什么个手法？套了一个，然后打算只有断吧。看一个，再接上，我再冲一下，再吃。应该是黑棋最好的手法了。那这串收成这样黑的肯定不亏，然后再把那个拐掉收掉，再收。31目，但是接下来这个官子也已经没多少了，72%，应该还是白棋。如果想要翻盘的话，很难了。嗯，应该白棋赢了。这算都是你的嘛，反正都是你的。77、72，盘面五目。盘五啊，那一目半的优势应该够了，翻不出去了。应该白的还是能赢，还是要赢。冲。白棋是不是赶紧把这个冲？也没啥留的，反正是。对，反正就留着要干什么呢？啊，他之前冲掉了，白棋之前已经冲过一下了。还说怎么冲掉呢？还奇怪这件事。现在刚刚黑棋受不了了，是你就不走？你老不走，那我就走了吧。就是不走、你就不走，我就走了吧。黑的客气了，黑的不会觉得拐后手吧？白的撑劫。不会吧？因为好像没几彩了。那白棋要那么拼干什么呀？这挡一个逆收三目呢，巨大。冲这个，挤一下倒是也逆收，挤个也挺大的是吧？先守两目三目，有三目吗？差不多吧。拐了，这个反正扎扎实实的三目棋。一个。把这个贴住。团一个。这是三目是吗？这如果说，你算冲完了尖，然后打你收三目、啊，这少了1、2、3三目棋。对，你收三目挺大的，但这多了一个。没有，你现在这地方还被拐一下。哦，1、2、3、4，
不是这个，不是挤一个至少先手两目吗？这团你为什么不挤掉再团呢？为什么不给白棋你手两目呢？然后黑棋挤打的，打掉了吧这个。现在应该没什么变数了，我觉得这棋。因为这个该收的都收完了。这肯定亏了，黑的那被白棋。没错，我觉得他亏了。这样肯定白棋赢了。对，毫无疑问，这个可以宣布胜利。黑棋虎了一个，在这儿。然后白棋把这个给冲了，接上。棋应该没啥变数，就是双方可能会把棋收完。对，是的。那目前应该是在盘五左右吗？现在是不是盘五应该不止还少一点估计。你刚才数三十一目，数的对不对？应该对。七十一。三十一。四十一，五十一。白的七十一。六十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一。是吧？没错。哦，这里是白棋先提了一下的，是吧？七十六，黑的七十六，十三，盘五吧，差不多。三十八、三九、四十一、三三、四五、四六、七七、四八、五十八、五九、七三。好一个。七一七六，可能最后有个单片劫啥的。这个刚才提了，这没提过吧？没有，这地方白的先提了一个。白棋先提了一个，然后这两目嘛。这儿也是白棋先提了一个。哦，这白的还提过一个。一是二十。那。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应该就跟白的先，白的走这个，粘还先说。六总有的，这个先提的。白粘还先说，也就是五六目的样子。可能盘四啊。还是点。顶是因为把这眼做出来，这个不用补了。对，是的，本来白棋可以吼到这儿。回到这儿黑棋还挺难受，我觉得就不走了呗。也没办法。这个顶白的力。是这样的，是这样。我们就一目观子了。也没什么出入了，应该是还是白棋守住了这一期。赢还是白棋？挤一个打吃。黑棋接上。这木要给他铺了吗？这白棋全力吧，铺黑的就粘了。你要走肯定是拐完再铺。咱们黑的可能也不会团了，是吧？对啊。是，那你也别先铺。拐他肯定那算是一回事儿，反正。铺。那果然铺了是吧？铺了他就粘上了。白的铺进去，黑的提，白的打吃。好，提掉，这次粘上。反正这劫一人一个。
他去哪儿先走了一下。然后他先粘了一下，白棋粘这个。我交换。嗯。啊，这是最后的几吧。嗯。嗯，应该会收完。我觉得这棋双方挤这个的话，白棋接下来是挤这个吗？就走呗，拐呗。你说一目不大吗？就一目棋，反正现在就一目棋收就行。嗯，挤一个不是？如果扑到的话，不是跟这儿还有关系？挤我就粘嘛，就是、啊、也一目棋嘛。嗯，都是你说一目，嗯，没啥区别。黑的团这个，白的粘这个，粘上有木吗？没木啊，又后世是吗？这胜利宣言这是纯单关。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是粘的呢？哎，黑的是什么时候把这团了？哦，没有没有啊，他是先团底下，这个、我就奇怪他为什么粘上了？粘上不是没木吗？团这个再团这个，粘、这个、对，这样还挺有黑的这个亏了呀。黑的几大？哦，亏了三分之二。那黑的亏了。这底下差一个扳是吗？主要是这儿。那你几大嘛？几几就粘上，反正这就是一目棋。嗯。反正就收，这个后面现在也没什么，是没什么出入的，看起来。搬一个挡住，然后团了这个，把这个团了，接上。切掉了，这还有一个结，最后还得打个粘片结。嗯，该黑了，该黑起了，搬一个。啊、哦，该黑起。对啊，你就打那四个结正好，一人俩，公平。一人俩是吧？嗯。人那就下完了，那就提一个，单片结一人俩就完了。嗯。还要提结。那，因为这个棋呢，黑棋是要提回去的，所以这个劫就等于一人手里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人粘一个就完了。对。哎，我突然发现没有单关了，哦，这儿有一个。嗯。这可以打完了再，完这儿还有俩。就一人俩劫就说完了，但韩国规则也没粘先说后，对吧？对，是的。白的就提了粘了一个。提一个，然后就粘上就完了。只要中国规则，你要是提了粘，就被粘先说后了。啊。那我就不粘是吧？对，一般来说我们的习惯就先收单 关、嗯、先收单关。如果剩两个节，尤其是剩两个节特别明显的时候，对，两个跟四个是一样的，两个跟四个是一模一样的哈。对，因为是一人手里两个节。对，问题是你现在粘这个要中国规则，我就跟你拼了。当然节他黑的也打不过啊。嗯嗯，哦，这小鱼站起来走了，那看来这棋已经结束了啊。嗯哦，他粘了一个，然后最后就下成这个样子。我们把最后的结果给大家摆上吧。他粘上，而且把那个打了。单关说完、嗯。对，给大家都把中局的画面摆给大家看。粘钱。哎，这个之前就粘了。啊，不管，那一人一个。反正就是一人一个。等一下就说就行。嗯。最后是白棋收后啊。白棋收后，那应该盘五吧。有盘五吗？黑的又亏了呀！啊、哦，是不是盘三了收成？是不是盘三了？嗯，我这儿显示白领先一目半。你是盘五？盘五应该是，嗯，白胜一目半，最后的结果这盘棋是，嗯，盘面五目那就是、嗯、对，黑的关子还亏了些。
那这盘棋是鱼之隐赢了、嗯、但是另外两盘好像中国是都输了吧。啊，对，长浩已经输给崔金了。输给崔金了，确实这个崔金比较强大，这最后是三连胜啊、哦。刘晓光老师跟李长浩的棋还在下，对，在下，但是胜率好像形势不太好，也是白棋胜率99.几啊，李长浩九段的白棋，嗯，这形势应该也不太好，也是进入到收小关子的阶段，没错，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出入。哦，是的，那应该不出意外是韩国对2-1。是最后是5-4，因为它是九盘棋，就是看总体的胜率。3000加起来。是5-4，我们惜败应该说、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虽然说还有刘老师那盘棋没有下完，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刘老师后面捡勺，而这个可能性是有的。那这盘棋呢应该说玉芝英前面这个取得了巨大的战力成果啊，对、嗯、虽然说这个后面这个优势之下稍微有点松，后面曹老师追得还比较紧、追得有点猛啊，对，我觉得他有几个地方，就比如说我觉得他可以靠出来，我觉得挺简明的，就把这块棋做活嘛，这是先手啊。他下的有点大方啊，对，这被人家吃了。就中间我们其实说一串好像黑的什么都得到了，白的没走到什么东西，黑的把这吃了，把角围住，3-3点了，拆了个边。对，是的。然后把上面又掏了回去了，把上面边又全掏了。啊、白的好像收获不是特别大。嗯、但是，这可能前面确实这个有点大，应该说是下崩了。对，前面曹老师这个对米氏飞刀后边的这个后续的变化的运用还是中刀了、就我告诉大家一个关键几个点，就是黑棋这个拐这个不对，他是要拐上面把这三个子弃掉，把这 AI 推荐的图那样差不多。那么白棋呢，就是优势下呢，我们觉得他这个弃掉有点大方，还是靠出来好一点可能。还有呢，就是后面这个地方这个不应该硬，把这个立了，打劫有点乱，把这个角吃了，对对对、啊，这个是特别简明的，这几个地方我们是能看得明白的啊，其他的招。黑棋这刚入立也有点，稍微缓了一点，往中间飞一飞、哦，是的，还乱一点。嗯，好，那这盘棋呢，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啊，那一会儿呢，我们还有这个围甲的精彩对局，好，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